但是在这个芦竹国民运动中心的这个计划地上面有一些争执，就是这里它原本是桃园运动院的员工宿舍，那这里已经在我们争取之下，文化局已经把这里的院长宿舍指定为限定古迹。但是即使是指定的限定古迹，桃园县政府还是要在这边盖国民运动中心。那我们在这边提出质疑，就是在一间里面有七栋，在里面有七栋房子，那其中有一栋是指定古迹。那既然有一栋是指定古迹，这也是一起盖的，那里面的居民是共同生活，那表示这里是有，只要一栋有保存价值，就表示全区市都是有保存价值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老树，有二三十棵的老树，还有老建筑，50年代的建筑。那我们已经跟桃园县政府澄清过非常多次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干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育部来澄清。现在呢，桃园南崁已经冲破150,000人口，而我们南崁的妈妈呢，每次假日南崁就变，桃园南崁就变成空城。为什么？因为桃园南崁很少有亲子绿地的地方。我们要带小孩子去哪里？我们要带小孩子来台北的华山艺文中心，跟台北松山烟厂，还有板桥的四山艺文特区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可怜？为什么我们南崁妈妈的绿地，亲子的绿地要跑来台北？我们跟那个发起人，抢救老树联盟的发起人孙小姐，我们有去拜访我们桃园的议员，我们有访谈相关的，你们桃园有什么老屋再造的议题？他们的回答一律都是没有，他们给我们答案是我们太慢涉入这个议题。为什么不是桃园的议员跟代表，还有立委们，还有县长来主动处理这个老屋再造的议题呢？怎么会说是我们太慢呢？你们今天来澄清，然后叫我要立刻跟你讲说桃园县政府什么时候开会，那谁可以帮忙出面负责确认这件事情？我们会回去就会请桃园县政府，我们一定会请他们去跟你们在相关的进行协调或者是作业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我们很怕桃园县政府完全不理我们，我们去桃园县政府，吴志扬县长也都不愿意出来，我们这边也会函请他们一定要做相关的一个作业嘛，实际我们有正式公文一定会前天。前天桃园县政府里面的余参议已经收了我们的陈情书，他答应我们10天之内要帮我们开个协商会议，礼拜二的时候，但是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你们都是相关单位嘛，你们相关单位的话，现在回去针对这个，他在请他们哦，尽快择期，择期跟你们呢做一个沟通协调。他要开公听会协调会，他不没有需要跟我们讲说他有没有。现在你已经，现在我只是让你知道说，现在桃园县政府已经收了，桃园县政府有收，那我们会再去追他们，这样子。对，我们要的就是追他们，可以招标追他们，可以先做好。我们因为我想知道的做法才是正确。大家就是说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，那其实事实上来讲，过去其实你们一些我们都有请他们就是妥妥为处理，那他们我跟我们讲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帮比如说提报一些古迹的等等的作为，他们是有去这样子做一个回应，所以我们这部分大概了解到的是这个样子。那个等于是外行人讲内行话，等于你这些古迹哈，你已经指定县立古迹啊，你哪有个在古迹里面去？以前那个古迹啊，是整动物，也不分阶级嘛。你怎么是一个院长室，你才叫指定县立古迹？其他的都不是，那个都是难度悠悠之口。这第一点，我希望讲咱主办单，咱那个补助单位啊，咱体育署啊，既然有争议，而且我们提出双眼，他现在县政府就是政府的公务员的怠惰，他怕说行政程序的冗长啊，要怎么样，又怕我们体育署会说啊。时间冗长的话，这个补助会被收回去，这样。啊，这一部分你们是可以站在中央主管机关要求地方政府协调一下，说你既然有争议，而且人家有提出双眼，这个我们其实在去年的半年内签署得到4000多位居民的一个联署，可见说大家很喜欢古迹跟这个老树，
这个砍掉，其他都没有了。那要盖这个啊，这个丛林啊，这个丛林大厦，这个根本啊，很多居民都相当反对，只是说他们上班没有办法出来这样。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将心比心，你在啊，我们啊，在人在关门好修行，不要把我们的心声忽略，就说啊，这个糊弄几下，因为这个是很迫在眉睫的。我们了解，好像七月份他们就要发包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大家请假。啊，赶来跟我们教育部来陈请这样。啊，我们希望说这边的树全部都被砍掉。对，你想想看，这边全部的树都砍掉，我们这个教育部会干什么？居民绝对会相当不谅解。看一下小孩子是怎么玩游戏。对，你看他就在树荫下这样才玩嘛。哦，所以我们希望说那个古迹，哦，古迹这个是一个过去省立哦育幼院的一个员工的宿舍，那相当有历史意义的。那我们教育应该这一部主管机关应该。哦，虽然是提议组，你应该说啊，既然有争议的，希望你县政府这边要跟这些居民协调，甚至有一个双赢的策略。那我们补助就暂缓，等你们有一个双赢策略，两边都啊各可能是哦双赢以后，那我这个啊补助会给你补助这样。我想哈，补助的部分哈，我还是不能再做什么样的一个说明，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。任何的一个补助上有相关的审查，其实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，任何的计划它是有期程的，它没有在一个期程内完成，它本来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做法。好，相关就好了。因为我因为是这样想，就是会告诉我们相关。我现在要跟您解释的是，我讲的计划的这个部分是指我们整体大计划。我们整体大计划它是有一定的期程，而且这个期程它到了之后也没有相关的预算会再补助，就是说中央也不会给我们钱。好，这个部分大概都会请你们再了解。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助的部分，我们没办法去给你们做什么相关的一个，就是说你们换地点就可以补助这个部分，我确实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承诺跟说明。那至于说你们的诉求，我们会请桃园县政府起诉来做一个处理。然后那刚刚你们也提到说，你们也去这边不是要请桃园县政府诉，我们是要请。可是我今天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一个角色的部分啊，我们也是跟着他了，我们也不会说是我今天我来说的难听点，今天我来开，我做了什么承诺？桃园县政府买不买单？这是另外一回事哦。好，这个主管就我顶多，好像他顶多就是说，哎，这个补助款到最后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今天做什么承诺都不对。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承诺是说，我们会去追着桃园县政府紧速跟你们在做些，像您刚刚有提到什么余之意啊，有说十天等等，哎，我们会去了解啊，到底如果你真的给人家答应这个事，那总是要有一个后续的处理嘛，我们会去了解这个部分，会再做这样的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今天其实天气也很热，大家也很辛苦，我知道你们的心声，因为这个过去来讲哈，这个其实你们来澄清也不是第一次嘛，就之前也有公文到我们那边来，我们大概也有略微了解，然后我们也是当时也是追着桃园县政府要去处理嘛。那所以说今天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我相信那栋古迹也没有出来了哈。我们今天就是今天讲这个话就先点到这样子为止。可是我想请教一下叶长官，我想请教叶长官，你可不可以当个你们这单位可不可以当个桥梁，我来联络我们的桃园县政府相关所。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当这个桥梁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上，他这个是地方的权责，应该要做的，不是我是對對對，我是这样。今天说的实在话，他我们只有在补助的部分上，那他的部分上就相关的建管，你说刚刚那个土地是不是可以盖这个国民运动中心，这也是他建管要去追的，那他是建管应该上的一个规定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刚才讲说，哎，建管啊、文资法等等相关的规定上，应该他们要去处理这个部分，是我们要去追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大家今天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好。